吓，真系喺最后一包度啊！保底，真咩？金色哦，金色哦，嚟啦！哎呀！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咪咪，咁我哋又嚟呢个收钱开箱啦！系啦，今次嘅售前开箱咧，系开啲咩呢？就系呢、這个，噔噔，狂野之力同埋二度审判。今次呢一弹咧出完之后咧，我哋嘅宝可梦卡牌游戏咧就将会转标啊！系咩意思呢？就系、是、咧我哋卡牌咧系有一个标记喺个左下角度嘅。我哋之前咧就一路可以用 E F G 标嘅卡嘅，咁但系当呢一弹出咗之后咧，咁就将会变成系 F。GH 三個標咧，我哋先可以用嘅。咁咧，如果你要比賽啊，或者打一啲卡譜嘅道館賽咧，咁啊只能夠用FGH 嘅卡啦。咁然後咧，呢兩盒卡咧嘅新嘢咧犀利啦，又多咗一樣新嘅卡片，叫做 Ace Back 啊。咁咧每副牌只能夠落一張嘅啫。咁咧我係好期待抽到咧一個叫做頂尖捕捉器嘅一把槍。咁我哋咧呢條片咧直接開曬兩盒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我哋開咗狂野之力先啦 ，OK 嚟啦，好嚟啦，狂野之力，噔噔，金光闪闪，几好，铜镜怪，泡沫律鼠，雪绒鹅，跟住系乌古空击鱼，话呢个有用啊，呢个特性可以用进化前嘅技能，有啲用，订购盒。哦，好有補分，呢、這個勁啊！呢、這個各位嘅訓練員都係需要，因為咧佢哋取代咗 VIP 嘅位置。哦，喂 ，AR 喎，係咩嚟啊？哦，鬼師 AR， 哇，好好靚啊！呢張應該好多鬼師緊鬼嘅 fans 係嘛？哦，喂，有個閃閃邊喎，咩嚟咧？AR 喎又係，哦唔係 EX 波荡水 ，OK， 第一张 EX 出现啦，波荡水又係你，闪闪边，哦 OK， 哦第二张 EX 出现啦，就係、是、呢个猛雷鼓 EX， 听讲呢隻都几劲，可以砌一副。喂，啊又有闪闪边啦，咩嚟咧？哦，耿鬼 EX 啊，哇，好型喎呢只耿鬼 ，OK， 仲未有？哇，超熟嘅马里诺，喂，系咪？哦，哇，出意外啦！破空焰 EX 一次我出现晒三隻嘅古代，最后五包咯，仲未出嘅，保底呢？喂，嗱，哦，新嘢一盒好似系有一张嘅，咩咧？粉红色边边见到，哦，系呢个觉醒战鼓啊！喺排库抽出同自己场上古代宝可梦相同数量嘅卡 ，OK， 觉醒战鼓，喂，系咪呢个边啊？呢、這个闪闪边系咪有啲嘢啊 ？OK， 系阵法液嚟嘅 ，OK， 一阵液法。诶，好似系佢啦，唔系喎 ，AR 嚟噶，咩嚟噶？雪吞虫 AR， 哇，好得意啊！只雪吞虫，吓，真系喺最后一包度啊，保底，真咩？嚟啦，真系喎，好闪喎，咁，哇，金色噶，金色喎。金色哦，嚟啦！一、二、三，哦，
是猛雷鼓的金色版啊！哇，最后一包不得了，嗯，好靓喎！因为佢嗰啲闪咧系有唔同嘅，哇！睇嚟要砌佢咯，系咪啊？好啦，我哋争取时间，快啲开埋啲二度审判啊！好好听呢下真系。美禄梅塔，哦，手部修剪器呢，這个系我副巨段像好唔中意嘅巨段像，因为佢可以将双方嘅手牌变到五张为止。我的巨段像系越多手牌越强。喂，好闪喎，咩嚟噶？应该系 EX 嚟噶。哦，刺焰咆哮虎 EX。都幾勁啊！呢一隻都，嗯，有 AR 喎，睇下先，嘿，哦，係萌牙鹿 AR， 哇，好靚喎，四季變換咁佢咧就真係後邊有幾個顏色，嗯，全金屬實驗室，喂，又有一張 EX 啦，睇下先。哦，巨鉛螳螂是我喜意的巨鉛螳螂，咦，这只都是我很喜欢的宝可梦啊。喂 ,AR 啊。嘟嘟嘟，哇，是这个铁荆棘啊。几型黄昏底下的铁荆棘。喂，咩嚟咧？喂，好似出现咗我哋嘅宝底啊，喺铁盘岩啊。OK，S 沙路铁盘岩。喂，哦，又系刺焰咆哮虎，哇！两张 S 沙路喎，你出现咗。应该争一张 A spec 未出现嘅啫。嗯，哦，又系你，哦，系铁岩盘嘅 EX 啊，嗱，呢张就系拗拗版本嘅，好似见到张 A spec 啊，见到有个粉红色边边啊，系咩嚟啦？我哋会唔会就系顶尖捕捉器咧？物品。哦耶！真系顶尖捕捉器 ，yes yes yes yes！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系落呢张嘅。哦，仲有铁头壳 EX 啊！呢只好似都唔错嘅，个招双刃剑。嗯。哦，仲有一张龙头地鼠 AR， 哇！跟成班訓練員一起吃東西，挺得意的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又開完這個寶可夢的卡牌了，今次的成績非常不錯，有金色啦，跟著又有兩張的 SR 啦，還有我想要的頂尖捕捉器啦，我都得到了，太好了。我相信呢，接下來有這麼多道具之後呢，這個比賽的時候呢，相信會更加之激烈啊，因為多了很多不同的配搭啊，同埋玩法啊，好期待啊！好啦，咁呢條片咧嚟到依度啦，希望大家咧中意我開箱嘅影片啦，咁啊中意嘅朋友咧就記得要 like 啦、訂閱啦、留言啦，仲有分享呢條片 ，like 埋我哋 Facebook、IG， 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